你有人客钱要袂客无？拢有啊，喏，来，咱来顶个物件，即个多客钱嘛。好嘞，半年，好啊，半年，半年，半年。来，半年。来，个人客钱要袂客无？一地两地，三地我哩，四地我哩，五地我哩，六地、七地，五百个买来无得收啊？个人要五百个无？来收啦。好嘞，个人要食啥物？过来要吃什么？欸，你这边有给刷你的手表了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三个。阿姐啊，你那几分？你一个嘛？你两个嘛？你三个？你还几分？全部你全部几分？你这全部给三分了，我无代志啦。来，过来要吃干贝，你要吃干贝无？还是要点啥？干贝、干贝、干贝片片，我袂开心。阿姐我来讲哦，有一个人客哦。连续三礼拜拢来甲我买一组干杯，有够甜的甜啊！我无甲你搞笑吼，来，你若唔捌买过我的，你试看嘛，无甲你搞笑，天然的，唔是组合的，第二拢无甲你洗油啊，第三，我来讲，这吃人啊，省时间干杯真甜，你炒看卖，食看卖，外口一份干杯拢300几块，这一包拢才3盘，九百加900外钱，唔免让你加千杯，唔免让你加千五，你相信我一个，你食看卖，1300要吃1000杯。有人要吃干杯无？你相信我啦吼，来，我的干杯只要你有甲我买的人客，我甲你带一个保证。差嘞若无像生死之交的甜，你客人嫌我，我钱绝对退你，我绝对无啰嗦。我一包过来，一包过来，1000块人要吃哦，1000块。来一千哦。1000有人要吃迄个干杯无？1000，来你话我冇钱付我钱。1000有人要吃干杯？来我收一个。1000有人要吃干杯吗？1000。来一千。啊，这恁听我讲吼，我干杯是做信用的。今仔日我唔是给组合的，吼你，我唔是给洗话的，我一百块哩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送你，一百块哩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全部招车啦，六个人家，你若相信我的啦，我搁给一包送你啦。好钱啊，1000啊，再搁你啦，再搁你，再搁来，最后搁一个加钱就好啊，一百块来，唔免考虑啊，唔免考虑啊，真正。这天日的无洗话，你买无只落计少1000啦，最后搁一个钱送来1000。来钱啊，来报定去。来报一下，我来讲哦，我只有最后一个好不好？我搁加一包送你，喏，我尽量给你吃好欢喜，啊，我给你带这么多保证啊，你只要真的无听我钱，你再告你，来搁一个人加1300要吃，下个贵，1000有人要来无？1000有人要吃无？1000，拢来，来收一个，带着给我，来啊来啊，无呢啊，卖面条我卖到伊卖一两个啦，相信我啦，甜不过来啦，好不好？我一包过来，最后搁一个落来。一包过来哦，一包过来，报得起，报得起，免考虑啊，免考虑啊，买袂着啊，真正无好笑。两个，行啊，来，千啊，一千哦，干杯，兄弟。两个啊，干杯，干杯。最后搁一个1300要吃啊。两个，来千啊。最后搁一个1300要1000块，干杯。来千啊。有人要吃无？干杯，大话是。个人要来无？1000。1000啊！拢有啊，吼，都有。加多少钱？我给你要好啊！来，干杯，我给钱给你。来，1000啊！1000啊！阿姐，我跟你讲吼，来，收啊，收完。来，阿姐，我跟你讲吼，恁无买人客啊，吼，我这干杯是做信用的，不是做给恁骗的，吼，真正被恁作秀的。真正袂恁作秀，恁食无嘛？要像孙子是遮甜的干杯，袂恁这落价，真正买无？恁无买的人家，你甲我相信嘛？试食我嘛500了。来500！你买500，我甲我上，你即摆过来500了。来500！你若唔捌买过，要试食无？500块，试试。来一个啊！来一个啊！来一个啊！500块，人要来无500，搁一个人家500，好无？掏钱！来掏钱嘛 ！OK 啊！这个算对了。500个要来无？拢有诶，今日要一位了。我包过来啊，500个要来无？教人要买鱼仔互试食无？诶，两百有啊。是你捌买过人客啊？有啥物试食无？有啊。来收起。哦，收起了。来，过来要食啥？迄个啥物啊？炒迄个叫啥？迄个大肠啊。你对对。理论啊。轮背啊！你若要当个烟路，当个老残，有人种个大肠，我你甲放两粒啊，当去炒。哈，放两粒，你甲写讲少放一个，我
爱甲写借万哦，你无啊，你也无甲写就当偷啊。你若讲借两个来吃看看啊，你就好啊。咱也袂甲你讲啥。来，今仔你要食白烧的拢无啊？一个人要就500，要400，要升到一个300啦。300。有人要食这个白烧台好的无？足甜的哦，你台湾你等去蒸看看，足甜的哦。然后，咱们吃白烧的无？300。来300。白烧300，咱们吃的无？刚才你炸只鸟。炸只鸟没有。白烧咱们吃的无？300。啊，这我来讲哦，我只有五岁啦，我就春节尔，紧买啦，紧买啦哈，我来讲啊，来，青龙来，啊，你两要食啥个，我讲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我该炸的拢炸，我这个鸡龙椒哩，三百啊，别多煎啦，这白青的肉是幼咪咪啦，我上我来讲啊，真心的啦，这个人啦，来300就好啦，三百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这个人啦，这个人啦，无紧啦，搁一个就好啦，好不好？300。这个来了，这个来了，这个你也300，来金龙山六月鸟，来啊，这个你呢，恁吃一个，这个你呢，我给你，这个你呢，恁吃一个，我来了啊，这个来，最后搁一个好不好？300了，300啊，排场，好啊，最后一个给钱啊，两鱼啊，一包我卖啊，七十二啊，来啊，家家这么吃，最后搁一个上面来300，无啊，300啊，吃啊安尼啊，两鱼啊，最后搁贵啊。你两个哦，两个啊，最后那两个沙发上面坐，唔好等下再下面啦，那两个啦，你叫他们坐个。哎，那两个哦，两个沙发一个哦。谢谢，感谢多啊，感谢啊，这春节的沙发上面也无啊。剩下一个300谁要吃？最后就在沙发上面坐无啊？沙发，太多。来，第一杯沙发是啥？我头前这多啊。多少？我包办200买个多少？真要无啊？八个在十钱，来，阿哥来边来上。有人变吗？来老家队的。我啊，我是阿弟，老家队上点的。我来到这老家队啊，这设备啊，这当然拢用我收来当吃啊，这一包十片，一支家队现在拢啊450，唔免让你开450来要吃啊，新加钱的200了。来200一个啊。来老家队来要吃无？200。我来要吃卤鸡腿喎，卤鸡腿他钱啦，一支20俩，这支鸡腿给你用啊，多吃。来，我来吃了，边啊的，200个要吃啊，我弄给你黑鸡皮啊，200，美女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美女，真的，伊食个啊，用我收个啊。来，最后个沙包来要200。拢有啊，都有了哦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多谢，谢谢欢迎。靠边去掉。来不来？来上。啊？放完了，来姐放完了吗？我见你那个沙发处理。来，放完没姐？卖沙发，你要方便啦？来200了。来200啦。好钱。来几来啊？两个。来放完，你把那个鸡啊放我后面放一条鸡啊。来，最后就放18上面也多。放完。放完了。好钱。放完够我几个了？我来了。来。一包，够了，够了，咩啊？无一包，一百啊，好起来哦。一包够咩啊？都百元。一百啊。拢有啊，来，几个？一包，哪边啊？免多嘛，免多，来，收着。啊，这我能讲哦。一个人要一只当个享受哦，一个人要一只当个享受。意大利要做你料水到未？来，好，一只。一只啊，大只鸡啊，保证的吼，鲍鱼鸡大只，乌骨鸡啊，一只餐厅阿妈打起来用，我收绝对超过800-900，我来讲，一只唔免800-900，我这大部你卖细只鸡啊，你相信我，你食这只鸡卖800-700-600，免我卖500，你买有只大只鸡吧，好不好？来先给钱，三我上面钱。三百块钱两枚啊，大只啊，保证的啊，保证的啊，你来电话这大部就细只鸡啊，免钱。买条细只鸡，要买两只啊！好，我处理了，你收钱，我处理了，我寄过了，寄过。迄大大的，两只走3包，我卖两，我两只甲你寄过。啊，三我走单，1000块走3包，来你帮我收。拿一个，三二。来，啊边过了，卖边着了。来，最后两只3我上面去啊！最后两只350，紧张啊！紧张啊！紧张，顶块阁卖1000，等我家己阁跳啊！最后这只无啊，350。来350，再找800。最后一只350上面起来350。来，谢谢，又分几个？我电话来，电话来。哎，之前我去找350嘛，你两只嘛，反正我一回咯，又分。来，阿哥来几个？讲咩啥？飞机玩。飞机玩，我来你。来，起来咯，总来啊，做一届。总来，总来，来飞机玩，要食紧嘞。这包飞机丸是皇家的，
全部两个人加，一人买一半，免五百，两百了。来，两百，两百啊！掏钱，两百啊！来，我几个，两百块。两百啊，三个啊！买两百了。来，三个啊！搞你几个？我三个啊！我两个啊！到我手里啊！四爷 OK 啊，五爷啊，等下，四爷了，四爷，你几爷？我两爷。四爷了啊，干部啊，四爷了啊。四爷啊。哎，无，你四爷了，四爷了，退钱了啊，无要紧。你走的嘛啊 ？OK。你要讲四爷？我四爷的。好，来电话来有搞，无啊，怎只尔？来，我拢讲。你讲两号嘛？我再提钱啊。就是讲，我那边交去。好来，加码。好，是迄个，那是迄个做兵的嘛，是好。啊，八百万。啊，好不好？好姐，我来分嘞。啊，好，我来分。好，我是搿只嘛，来上位。来，姐。来，姐，我来讲嘛，你听我讲嘛。来，迄个，来，你上台嘛。姐，你意大利面是讲几钱？我是讲多少？你上台弄去。大理意大利面，番茄要装来啊！来弄下去无？好，我弄下来，等下即个先我弄下，来弄下去。弄走，我算我买无？啊，一百，两百，啊，三百，三百对，啊，啊，一百，啊，两百，啊，三百，安尼多七百，七百块。好 ，OK。来，台湾多七百。你讲那边意大利面，我来边，还有白酱的，还有那个，刚好那边意大利面。有啊吼，啊，那你的铁路排骨，啊，你帮我弄个。那你讲哪要吃羊肉？这沙茶羊肉啊，这就把你炒泡饭，吃泡饭这羊肉够嫩的啦。啊，哪要吃羊肉？一样给两包、三包啊、四包啊、五包啊、六包啊。你若炒的定，你起来退钱，拢无羊肉，现先给钱三包了。来，三百啊！